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达梦。夜店的梦幻岛联动角色的话已经确定下来喽，分别是红枫伊莎贝拉、炎帝艾玛、入殓师诺曼以及囚徒雷。联动精华海报中，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艾玛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话沉浸在失去伙伴科尼的伤痛中，而手中抱着的正是科尼的布偶。雷的话作为知晓一切的角色，基本上平时身边都会带着一本书，策划着如何逃脱农场。这边诺曼看上去来说相对比较放松，他只想保护好身边的伙伴。而妈妈这边手中拿着的正是孩子们的定位器，也知晓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所想。从海报中可以得出，2月23号新赛季联动精华一的话应该是一金三子。至于之前智力测试视频中出现的前锋和盲领是否会联动东根吉尔达呢，还需要等后续的消息。莫个人大概猜测的话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的话就是要么参与第二代联动，与之前彩蛋中的杰克一起上架下一个联动精华；第二种可能的话就是上架商城，但此前除了名侦探柯南联动以侦探的形式上架之外，好像并没有以角色上架的先例；最后一种的话就是不会联动了，也就是不会有第二弹。小伙伴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呢？然后就是以上四款皮肤的话，你们最想抽到哪一款呢？可以发弹幕留言。最后的话就是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大家新年快乐。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